今日任务已完成，不如你俩见一见长，按时下班。姐姐，嗯，找错了，仙儿在这里。仙儿也学会新的捉迷藏方式了。
要出发了，罐头。哎呀，轮到我了。让鱼去实验吧。让我们开始。水呀，自己为灯神之客。很烫的，要小心了。哎呀，不小心玩坏了呢。但没关系，我还有你呀。
对对对，梅比乌斯当然得是反派角色，打倒他，干得漂亮。写的剧本，我还能抱有什么期待呢？客观来说，你也不是反派，只是被大家围起来揍了一顿。毕竟是艾莉西亚喜欢的故事，还是相亲相爱的元素比较多呢。谁知道艾莉西亚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她安排自己消失不见，我看一切的幕后黑手多半是她自己。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呢。威尔威，你的听觉技能没出毛病吧？要不要我帮你检查一下？那还是不必喽。不过还有近半数演员没有登场，情节也才刚刚过半，现在下结论是不是有些为时尚早呢？好呀，那就让我好好欣赏一下吧。这部艾莉西亚呕心沥血的杰作，究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局？敬请期待这场盛夏大冒险的下半场吧。
Bronya 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。Bronya 姐姐，希尔又想出去玩了吗？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？